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今天跟你分享一个兔子最下饭的吃法，酸菜头儿，用盐跟鸡精白糖跟兔兔先把个底味，少许生粉抓匀，那点油锁住水分，倒点油把兔兔泡个油锅，还是高油温下去，定型后轻轻的划散，这样子炸出来的兔子才很嫩哈。现在才开始轻轻的划散，捞出备用。锅里留底油，放花椒。好吃的关键就要用到这个哈，我们的鱼酸菜，它是专门给你做好的，免切免清洗，非常的简单。家里面不爱做酸菜的朋友，没得酸菜的朋友就可以来一点了。而且现在是9.9元，有三大包哈。平时做点酸菜鱼儿鸡啊、酸菜鱼啊，都是巴适的很的啥。不过你家炒酸菜都是用的这个冒锅的鱼酸菜哈，简单又方便。把酸菜炒香，炒出它的入酸味，放姜蒜、泡椒、小米椒，再来少许豆瓣儿。来点醪糟去腥又增香，下入葱儿，放紫姜、青椒炒香，是不是特别简单嘛？自己在家里面炒各种酸菜头儿，真的是下酒又下饭哈。起锅放醋出锅，酸菜头儿好安逸。有啊，这个酸菜炒出来的酸菜腿真的是又香又下饭了。如果你也想要我的同款酸菜的话，下方小黄车9.9元3包，拍几包告好看。